然后我们自己带的那个意大利红酒
Oh my god. So good, right? So good. Too good to. Oh my god. 大丈夫。大丈夫。はい。ラゴメニュー鈴鹿水田さよ。大丈夫大丈夫。Yes.那你可以先试试看。我也是耶。好喝吗？好吃吗？太幸福了吧！谢谢。来这边。The drink。台湾的咖啡。台湾的咖啡吗？多一个。好。医生没什么，没什么医生，那不是德国人。对，那个是大陆人说的，不是我们。啊。比较会说干杯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就说干杯。干杯。啊，好大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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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看到我的影片。你没有看到，他看到，有。那么多种酒啊，那酒量很好嘞，都不一样。这个韩国的，因为上课压力很大。上课压力很大。对啊。有吗？我感觉出来喝喝，放假就出来吃吃喝喝的。辛苦的，他非常辛苦。对啊，真的很辛苦啊，很辛苦啊。你压力很大，还吃这么肥。因为一直喝台湾啤酒。我一直喝台湾啤酒。他压力真的很大。对。很多人说这边比较好吃，这边比较好吃。我知道，那你就一直吃就对了。制服啊，礼服，什么礼服就什么啥都没有啊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礼服是什么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你是哪个？你干嘛偷拍人家吃东西啊？好吃吗？台湾 oyster 好吃吗？还要点菊。非常好，超级好吃的。今天遇到很多台湾的新朋友们，时间湖的新朋友们。谢谢。我们今天好像第一天见面了。对，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见面。那我一直住的地方，住的地方。
都是好吃的，台湾美食哦。台湾美食都被你吃完了，你要跟你要说还有台湾好男人，加的蚵仔蚵仔煎蚵仔。蚵仔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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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蚵仔这就是你们日本话，你看自己讲。果波，果波，我给大家吃啊！没，中文怎么讲？牛棒，牛棒吃，这样牛棒，这样牛棒吃。然后看，あげた，果波，果波。好棒吧？美味しい，美味しい，美味しい。比较甜的，甘い。干杯！哇！那个没，当然。